场的各位同学有多少人在呢？好，那我们在这边之前我先问一下哈，今天有多少人是有请假的？好，是合法请假的，有吗？请帮我打开讯息栏位好不好？想确认一下哈，今天有多少人是有请假的，还是说大家都没有请假？有没有人是请假的？没有吗？好，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请假，因为等一下呢，我们通常还是一样哈，会进行所谓的点名。我们的点名都是无声点名哈，所以请各位同学务必要怎么样？务必要乖乖坐在你的电脑屏幕这边哈，然后随时注意到我有没有讯息栏位，随时注意到我有没有无声点名。而这无声点名呢，也会把你的名单会登记下来。如果点名未到的同学哈，被点到没有到的同学呢，我们就可能会扣平时成绩，会扣到三分哈，一次会扣三分。上礼拜有些同学就是被登记到，有点可惜。所以希望今天各位同学呢，能够来认真上课，好，来认真上课。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格重整与灵性发展。那这边讲的内容还夹蛮多的啦，其实也很简单哈。那我们先让我看一下视窗。等一下哦，好，那我还是想把上课须知哈，先播放一次给大家看，然后也让大家赶快就定位哈，做好要上课了哈。哎，等一下，我没有声音，是你们这边有声音吗？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你们班教室上课，所以。我确定一下 ，OK， 好，看一下有了。跟远距课程的日常屡试不爽，我都跟同学说，不要在点名未到时说一些老掉牙的把戏，好吗？于是有同学帮大家想一个很有创意的说辞。老师，我阿祖今天口气，刚才按门铃回来了。我去开门，所以没注意到点名。老师口若横飞讲课时，学生却发现错别的事。自己默默地当起电台广播主持人。明明知道他在说谎，却又得配合演出。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军服课程中进行无声随机点名，老师。我镜头格外的刚刚坏了，好巧哦！因为我专心上课，没注意到讯息栏位在哪里。最好是老师，我网络卡卡的。那刚才是谁跟我们打游戏？可以不要吗？你为什么刚才点名不回复？因为我去上厕所啊。大家都在点名时去厕所，还可以如此理直气壮。点名未回复的名单要交给学校，无论无声随机点名或无声接龙点名，同学们的反应，与其瞎掰一堆理由和借口，不如认真上课吧。别让远距成为中华学习态度与竞争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好，所以呢，我上课好应该是蛮精彩、蛮刺激的哈。刚才有班的同学，别的班同学说，老师你干嘛疑心病那么重？我们都有在认真上课，哎，没办法，因为我是被骗大的嘛，所以就总是要怎样啊，还是要稍微怀疑一下各位同学啊，因为我希望各位同学还是要保持到一个该认真上课该有的那个样子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呢？人如何活出因果的生命？好，那在人如何活出因果的生命这堂课里面，很简单，我们大概就两到三个重点而已。好，两到三个重点。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说，这个也是有份作业。好，那昨天呢，有你们班呢有非常多的同学已经交作业，有多少呢？我们全班一共将近20多位同学的，全班一共有3位同学有交作业，有没有很棒啊？你们好棒棒啊、哦！那如果都不交作业，小心哦，可能这堂课，可能这个学科呢，我们就会变得不及格哦。那你们都已经失去了缴交作业的这个机会的话，是因为小老师没有传吗？还是你们都不想写作业呢？那我
在六月中旬啊，会把这个名单会先统计出来。如果都没教对的同学，直接先请班导，请这个那你们的教练来做相关后续的处理动作啊。好，那人格同整与灵性发展啊，这边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哎，我讲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听不听懂我在说什么啊。人格同整与灵性发展其实就是人如何活出因果的生命啊。那我们在早期的课纲里面啊，课纲里面，大家我先登记一下啊，二组求学。那这个早期的课纲里面呢，九九课纲里面所提到的人格同整与灵性发展，其他是 一门四学分的课，而当然这四学分的课里面有蛮多东西值得所要学习的。那讲的是什么？人的身心灵嘛，我们上礼拜有提到人的身心灵的部分，可是呢我们常常会只注重到所谓的身，只注重到所谓的心的这个层次，当然往往会最缺乏所谓灵的层次啊。那我们生命教育讲的就是一种灵性教育，我跟你讲灵性的部分。好，从灵修六原则来看，能够活出因果的生命。那灵修六原则呢，我觉得要来怎么解读呢？就是择善固执，不变随缘，诚意正心，戒慎恐惧。什么是择善固执呢？选择善的部分呢，坚持下去。不能改变的事情呢，不如就随着缘分而去行吧。好，那在这诚意正心戒慎恐惧，一切都是由心而发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更注重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内心的世界。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前面的四个字讲的就是诚意正心。 OK， 那戒慎恐惧呢，讲就要喊求诸己嘛，对不对？见贤是贤，见不贤则自省啊，见贤是贤，见不贤则自省。但是我们要来处处提醒自己，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这就是戒慎恐惧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下面的这段影片了。这段影片讲的是彼得兔老师，彼得兔老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看到他们班上同学好像似乎都很硬啊，都意思要说他们自己要说的那些就是好像听不懂老师是什么，不如老师来做改变了。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喽。来，现在从左到右开始点名。来，从你先开始，你叫什么名字？讲英语。老师不会讲英语，你叫什么名字？讲英语啊。我是体育老师，你让我讲英语。你叫什么名字？讲英语啊。好吧，我请问你。讲国语。你叫什么名字？讲国语。一个讲英语，一个讲国语。啊，你叫什么名字？讲方言。你叫什么名字？讲方言。你叫啥子名字？你叫啥子名字？不能改变的，不如老师自己变吧。择善固执，不变随缘。那怎么再讲这些讲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继续来看哈。从这个，我们要先重新先想一件事情：我们究竟要学做人，还是要学像人？好，我们到底要学做人，还是学像一个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个人，我们本来就是个人，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并不用学像一个人。我们反而要做的是什么？要学做一个人啊！我们本来就是人，所以我们要学做人，而不是学像一个人。那什么样的人学像人呢？当我们看到马戏团里的这些学做的动物们啊，他们的行为表现很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哇，他们好厉害啊，他们好了不起啊，他们都可以做很多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啊。但是请你也不要忘记了，当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不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哇，他好可怕啊！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学做一个人。我们既然本身就是人，我们不需要学像一个人。那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异呢？人没有道，人是有道德思考能力，但是动物是没有啊。人是有道德思考能力的，可是动物是没有的哦。那但是我们就觉得呢，那人呢就必须要学会一件事，善恶对错之间啊，要找到世界的平衡点。那是只有爱才能够来衡量我们对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平衡点。人是有道德思考能力。人格呢，是指的一个人的整体情况。各位同学，你一个人的整体情况怎么样的看得出来吗？外表上面看得出来，学识涵养看得出来，但是最内在的内心常常是隐在心中的哈。那我们上礼拜也稍微用师叔列车简单的聊到了哈，其实人的心中有一个无止境的黑洞，而这无止境的黑洞呢，正是我们所需要去面对与克服的问题。人呢，人心是贪婪的，贪婪乃是万恶之根啊。
哎呀，其实非常的可悲啊，非常的惨啊，他不能满足他自己，然后他贪心的欲望啊，所以导致他陷入进去。其实呢，我们人呢，现在哈有两种，两张所谓像如同这样子的黑洞纸一样。第一张黑洞纸就是各位同学的成绩单，而第二张黑洞纸就如同未来的薪资单。好像我们现在被教育一件事情，成绩要好，未来才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才会有更多的钱。好像似乎成绩才能代表一切，钱财才能够代表你未来的一切。可是这些东西呢，当我们陷入在这样子的黑洞纸里面，我们就可能会陷入进去，而没办法脱身啊，没办法脱离，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这个社会的工具。好，这个世界奴隶，这个社会的工具。然后我们必须要重新内心的省察自己，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懂得知足啊，懂得知足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OK， 那怎么样才能活出最好的生命呢？上礼拜我们提到哈，就四个字可以总结所有的课程。这四个字呢，特别代表是什么？知行合一啊，人生作为在于知行合一，身心灵的同整，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最好的生命。马斯洛需求理论呢，其实在最高层次里面提到了啊，超自我实现需求。我们在一般来讲看到的自我实现，但超自我实现讲的就是灵性的部分。灵魂急转弯里面其实就讲所谓的除了自我以外，它会到忘我，而忘我讲的就是那个灵性。可是呢，当然如果我们在忘我的时候呢，也是最危险的，最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所以不要以为说在超自我实现需求的追求上面就不会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哦。那我们再说哈，这个西游记里面呢，有一些不同的人物角色在讲些什么事情呢？这些不同的人物角色里面哈，包含了所谓的猪八戒、孙悟空、唐三藏和谁？沙悟净。猪八戒、孙悟空、唐三藏和沙悟净，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呢？在对应到马斯洛的需求里面，又在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X 理论，在这个 X 理论里面哈，所谓提到就像如同猪八戒一样，他所追求的在乎于贪，好，在乎于贪。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能说，应该说对不？应该这么说好了。在人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个错，而是错是错在于只追求这些东西。所以人类必须要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必须能够被满足，安全需求必须也能够被满足的这种本我被满足的情况，才能接受到 Y 理论的所谓自我的层次，自我满足。好，那自我的满足的这个部分呢，包含了社会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OK， 那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就是在更高层次的这个 Z 理论讲的自我超越自我啊。所以 X 理论代表是谁？ X 理论代表的像如同猪八戒一样啊，如同猪八戒一样。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就那个就像谁？那个就像是那个本我一样。然后再上一个层次的身心灵的心的部分讲，就是自我的追求，就如同孙悟空一样。可惜的孙悟空善变善真善称啊，脾气非常的不好，他也必须要倒空自己才能够学得一切所有该学的事情。好，那本我、自我、超我又讲的是什么？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超我呢讲的就是像孙悟空一样，懂得知行合一，懂得这个所谓追求他人生当中的良知和信仰。良知和信仰。那我们在各位同学在左下角的马车理论这边来看到，所以本我呢就是这匹马，就是我刚刚说像那个人的最外在的身体的身。那自我呢就是来操控这匹马的这个人啊。但是请不要忘记，人生的方向是需要超我的指导力才能够找到你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所谓终极愿景里面也跟你们提到说，我们必须要思考到人生当中你要去哪里。可是呢，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所谓的这个灵性的重要，所以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东西不存在，好像似乎只要满足最外在的啊，满足最外在的就能够满足到一切所有的，那我只能跟各位同学，那是错的哦，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好，我还漏掉一个谁没讲？我漏掉了一个，我其实我没漏掉了，讲的就是沙悟净。沙悟净呢，很盲从，很盲点，缺乏了主见，好，没有办法认清真实的自己。但是，如同人的那个内心的幽暗意识哈，也的阴暗面。可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之下，而迷失了自己生命方向，不能独立思考。那我们再从这个三个圈圈的最外圈啊，最外圈到最内圈，身心灵。身心灵的部分，就我刚刚说，猪八戒、孙悟空，然后到唐三藏啊。可是呢，都会有一个幽暗意识，然后这个幽暗意识呢，讲的就是所谓的沙悟净啊。所以甚至连唐三藏自己都会遇到所谓
所谓是什么外魔内贼，他自己都要去必须要攻克于像这样子的一个软弱，人心软弱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追求心灵上面，我们刚说啊，也会迷失自己人生当中的方向。那各位同学，你是哪一种呢？OK， 姓名学呢角度来看哈，从姓名学角度来看，唐三藏、孙悟空哈、沙悟净还有猪八戒代表什么呢？唐三藏呢本身哈，唐三藏本身讲的是什么？追求那个人的最内在的心灵的层次哈，所以他追求的利经律和论啊，因为这经律论呢代表佛教的三本最重三种类别的最重要的佛典。那孙悟空呢，他必须要学会怎么样放下执着，返本归真，道功自己啊，所以他要悟得空的那种境界。沙悟净呢，修行尚且不能独立思考，所以他也必须要学求得清净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猪八戒的本名，猪八戒的本名并不叫猪八戒，而叫做猪悟能。他必须要能够领悟到人的本能，这边呢必须要能够学会啊自我控制，而不是怎样服从于他的本能，而失去了人的最内在的所谓道德和良知的部分。这是猪八戒。所以我们从姓名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些人物角度就是我们所必须要知道。那总体观环这堂课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啊，怎么样去分辨正心跟迷信。平安就是福啊，什么叫做平安呢？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其实做很多事情应该寻求一件事情，到底我内心安不安啊，内在安不安啊。因为如果内在是不安定的情况之下，内在是不平安的情况下，那就是我们所要处处随时时时刻刻的来检讨自己，来反思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这个区块身心的同等在于安不安啊，重点在于安不安。所以灵要清明，心要慎选，身要配合。灵要清明，心要慎选，身要配合。人是要从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由外而内是根本就来不及啊，这根本来不及。所谓的是真正达到所谓身心灵同等这一个区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呢，人灵性是什么？灵性包含了宗教和非宗教的。那个非宗教的，我们也提到了马斯洛，也提到了这个弗洛伊德，甚至我们也用高尔文的这个需求理论的这个人的多元智能的理论来跟大家来讨论哈，来跟大家讨论。那在这边的部分，我不知道对各位同学来讲，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好，这是灵性的部分呢，我们也必须要来思考到。好，那宗教层次又讲些什么呢？哈，那我们上礼拜也稍微提到，佛教徒追求的生命的豁达，那天主教讲究天人合一，基督教的人的追求呢是所谓的以上帝为中心啊，穆斯林争做圣贤。所以这些都会有宗教跟非宗教的层次，但是我们生命教育毕竟还是不会经常太过多于宗教的部分。那灵性的取得呢，这是跨越宗教性所说的啊，必须要经历自我意识的破碎，自我欲望的消除，然后最后才能到自我价值的一种重建。OK， 那我们就说哈，那在灵性的发展上面，必须要透过不断的觉察和练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比考第一名还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比考第一名还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灵修六原则，生命教育的特产灵修六原则，也盼望各位同学在这个第三份作业啊，灵修六原则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生活上面的所真实发生的事情应用在灵修六原则上面，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还是一样在这边提醒各位同学啊，因为你们班在缴交作业的部分目前只有三个人次啊，不包含全家福的情况下，目前只有三个人次有交作业，也就是说虽然有四个人交，事实上它等于三个人，因为有一位同学交了两份作业哈，那只有三个人次，也就是说今天那个这学期期末可能不及格的同学的那个人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还是务必要回头是岸，各位同学赶快交作业吧，拜托，没有老师在跟学生请求作业了，请你们务必哈，我们体育班同学务必要记得要交作业，赶快交，要不然这学期啊，你看包含挂线的同学挂一次就扣三分呢，上课睡觉一次扣三分，你那扣了多少分啊？这样你作业永远补不完啊，那铁定一定是不及格。OK，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要讲些什么事情啊？那我们这学期来运用讲了很多关于小冬瓜他们家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小冬瓜他们家的故事，在这边也会做一个总结。我父亲其实他是一个拼命三郎，
那他也很努力在帮助，可是也因此就是他牺牲太多的时间，他甚至连他把所有的精力跟时间都奉献给帮助，所以先烧的时间也给家人，给他的太太陪我，然后甚至他不一定有精力可以照顾他自己。那很讽刺的是，我们本来是做服务，就是民众类似的 case， 我们其实看不少。可是哪怕种植如此，当时我们还是为了处理人质，比如说房东决定要上爸爸，因为他这样时间很久很久。可是当那边来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五十，我爸那时候有要走的时候是53岁，这么年轻。我记得我那时候离家的时候晚上打，没关系，让我爸撞你啊，我要你啊，然后那出去外面放大了几年，再回来，他一定还在。可是殊不知出去不到2年，就因为被请到，因为他穿好成绩了，因为外面去。那时候就很心疼啊，就会觉得说，心疼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这么样穿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后来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争执跟双方的观念，就是越差越远。那有一次就因为有很小的事情，就起了口角，跟我争执。我就跟他讲说，你永远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工作，花在那些家属，花在他们身上。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你有在乎我？就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我看到我爸那个错愕的表情，然后整个人之前冷掉，做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们。我讲的是非常伤人的话，我就跟他讲说，退了我，不用。这些很多人真的很好，我不需要。然后我那时候连夜就打包了行李，就离家出走。我那时候其实到医院看到他那个第一眼，就是有种他没有明讲，可是看那个眼神，他就有种就是你为什么想再来？对啊。然后我觉得，哎，有时候讲到心里还是酸酸的，厉害，真的是厉害，就会觉得说自己为什么会出这件事情。然后纵使没有跟我爸爸同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都知道我们心里有这个心机，可是我们都没有人，我们双方都没有人有勇气去突破那个破口。然后是直到医生有一次在做检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有什么话，趁着这几天有空，刚好跟爸爸讲。我说怎么？他说因为他们检查，他们最近的那个检查报告出来的，然后以目前的数据显示。爸爸有可能会陷入非常深的睡眠，而这个一睡就不会再醒来了。我那个时候才愿意，冲出医生的办公室，走进病房，跪在我爸爸床边跟他讲。我第一句话怎么跟他讲说：“我爸你爱我吗？”我爸那时候就，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点脑昏沉，因为口腔溃疡，他就说，他突然回过神来，他就看我说：“我当然爱你。”不然我之前做那么多的事为什么？我们就该惨了，我不能惹大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完成的时候停止。我做了很多很伤你的话，我不是故意的。我爸说，知道。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放手。对啊，就是9月1号的那天凌晨，然后。我在大公司的资料报表，刚刚作为家属的同意报表，那时候还很困难，很困难。然后突然机器就打住，哔哔，我叫了很大声这样子，我赶快去护理站叫护士，我说哎，有状况啊，那个状况很危急，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是护理专业的，但是一看那个护士的脸，那时候就对了，每个都如临大敌，我刚刚把医生叫来开抢救。然后就被灌气，那就拿个吹球一吹，然后就真的很像电影，然后slow motion，很快速，但是在你的眼中所有都是慢动作，然后就是你整个状态都在感受，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看好人在救爸爸，然后就看，然后我那时候在急救的过程中，我就看爸爸的肚子，然后慢慢鼓了，鼓越来越大，然后当他。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然后吹气球一样的时候，心里跟线都断掉。那时候你就知道不对劲，差不多。然后我就走过去前面，我就跟那个
我之前那时候就已经认真嘛，就我就手抓着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就跟护理部护士长说：“我说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我说爸爸是不是回不来？”然后我在医疗这个，他也不敢回答我。那时候护士还是这样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放手。”这样可以了，谢谢你们。爸爸这辈子过得很辛苦，不要再这样折磨他，就让他走。然后我就宣布死自己，然后离开。我那时候在病房里面哭了两大声。然后我知道这是我为我爸爸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字幕，然后我爸就在节目上就是有点感慨，然后哭落泪，就是说我的儿子都不理我，然后我爸就意外的有一段话给我。我爸那时候的画面是这样子，他就说他知道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自己的，他只希望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为我多铺一点路，然后我才回想他小时候养我这么辛苦。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袋子就崩溃大哭，就是我在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其实自始至终，就是我爸爸想的就只有我。在这整件事情上，我其实我学到最大的是，我过去是不懂珍惜的，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了珍惜，我知道很多东西都不要讲以后，你有的只有现在陪伴。那这个就是我谢谢爸爸。他用他的生命教会我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很多东西就是你要用心去观察，什么是对你的事情最重要，错误的部分，所以哪怕失败都会站起来。对啊，所以你成家立业，结婚生孩子，然后你的孙子小瓜很可爱，然后这两天刚开始学会走路。那你开始会叫爸爸，然后所以我也开始在学习怎么当爸爸，然后我觉得我完全认同爸爸说的，就是我可能会有些问题的爸爸，可是我也觉得我也会跟你一样，就是我会尽力做好我该做的。谢谢你做了一切，然后请原谅我年少无知，对不起，做了不少爱你的事情，让你有过心碎心痛的时刻。可是不论如何，就是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家人，不论你现在人在何处。看到小冬瓜的这样的真情流露出来，我所接受的这采访，我不知道对于各位同学来讲有没有重新反思呢？反思你心中的爱够不够？好，那我们上礼拜讲的爱，阿咖啡的爱，然后就包含了慈悲，包含了牺牲、奉献和改变。那当然，除了反思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还要反思什么事情呢？好，这是我们的内省，对，才能化为行动。好，反省自己的内心的恶是不是太多了？好，内心的恶是不是太多了？就是人常常会怎么样？显而易见的行为，隐而未现的本性。哈，那当然，外在的所谓行为的部分，是包含恶言、恶行、恶容，这都是容易被看见的。但是，其实内在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恶意与恶性，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要剔除掉的，所以那先要反省，叫做谨慎恐惧。好，在灵性修持的部分呢，包含修正，哈，修正自己，然后认受，然后最后做确认而改变，所以化为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从悲惨世界看内在革命，从悲惨世界看内在革命。悲惨世界呢，是一部大家应该都可能有看过的一部这个专业音乐剧哈，它也有电影版本。我觉得这一段这个悲惨世界还蛮不错的，蛮值得我们去思考关于内在革命的部分。它讲的是正义
义和勇气，人的内心的恶与善，追求正义的过程里面还在乎的法律的本质、道德与法律、宗教信仰的力量和爱跟亲情，这就是非常之间所要提到的。非常之间前面先提到呢，我们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社会的工具。这个人叫做谁？尚万强。那他因为当时那个社会不公不义，导致社会的那个人的人民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所以呢他自己都快饿死了，他的侄子也快饿死了，他就偷了一块面包给他侄子吃啊，被判刑了5年。当然是被判刑了5年，他不服，他想借机逃狱出来，结果没想到的呢，什么加重刑期14年，一共19年。这19年牢狱之灾啊，他终于能够获得了假释。里面的警，那个里面的这个狱卒啊，就是管理员，就告诉他说：“你带着假释令啊，终身哈、啊，就成为这永远的2601。”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整部影片最开始在讲些什么事情呢？Your time is up and your parole's begun.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es, he's now free. No. Follow to the left of your itinerary. This badge of shame will show it till you die. It warns you're a dangerous man. So I hope for bread. Since this time was close to death, you must starve again. You'll starve again, unless you learn the meaning of the law.The meaning of those 19 years, slave of the law. 5 years for what you did, the rest because you tried to run. Yes, 24601. My name is Jean Valjean. And I'm Javert. Do not forget my name. Do not forget me.24601。好，为奴就是你的宿命哈。那我们其实呢，就人最可悲了。我刚刚说过，好像人一出生下来哈，就成为这世界的奴隶，社会的工具啊。尚万强呢，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很典型的一个所谓世界奴隶社会的工具，他必须带着这个所谓的假释令哈去找工作，但是有人敢去收像这样子曾经坐过牢的人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到处四处去碰壁哈。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他有一天他到了一个教堂哦，教堂神父愿意收留他，给他吃东西，结果呢，他趁这个大家都睡着的时候，偷走教堂所有贵重的金银财宝，应该说银器啊，就是所谓的那些那个装饰品啊。然后就没想到在路上的警察哈、啊、看到了这个人，觉得他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赶紧把他抓到教堂呢，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由尚万强所偷的这些东西呢？他们神父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机灵啊，就说：“哎呀，刚才这位弟兄啊，你刚才走太快了。其实呢，这个银你还有2个上好的银烛台是要给你带上，你就忘记带了哈、啊，太夸张了哈、啊。”于是呢，这个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官呢就会发现啊，其实好像是不是抓错人啊，所以把这个当场就释放出尚万强。好，两个警官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神父就跟这个尚万强说：“从此之后啊，上帝赦免你的罪。”但是从此之后你也不要再犯罪了、哦、所以尚万强终于觉得痛定思痛，改过向善、哦、于是他就把他的假释令撕掉，他就这样靠着自己努力打拼，当上了巴黎市的市长。不过他当上巴黎市的市长呢，他自己有工厂，工厂里面都是女工、啊、因为 女人需要也是需要赚钱养家活口嘛，对不对？所以这些除了女工呢，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方婷，方婷呢长得算是还算漂亮的一个哈，可是呢她常常跟其他的女工们哈格格不入，好像似乎都会有一些也不能说心结的存在，但是呢就是没办法跟其他女工在一起，因为其实方婷的内心世界好像还是有一些所担忧的一些事情啊。好了，里面的有个工头男生，他想要把方婷啊，可是方婷不给把也不给追，所以呢工头也看这个方婷不爽。于是有一次女工们啊发现方婷有一个纸条，这个纸条说：“你的女儿啊，在乡下这个寄养的这个女儿呢生了一场重病，急需要用钱啊。”这个酒吧的夫妇就告诉了方婷说：“赶快把钱寄过来吧。”所以方婷呢她心有所思啊，
被女工们发现了这件事情，赶快告诉工头说：“哎呀，这方明这个女孩子非常的不检点啊、哦，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她呢？”那我们工头呢也逮到这个机会，好好的处理教训方平啊、哦。所以呢，这时候就请示了市长，就是那个尚万强。但是他当上市长，他的名字不叫尚万强哦。他请示了市长，市长说：“这种芝麻蒜皮啊、哦，这个的小事你不如自己处理吧。”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工头呢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方平赶出了这个工厂，开除方平啊。好，那开除了之后呢，方平长一直以为他的女儿急需要用钱嘛，所以他就怎么样要去找工作，到处找不到，他怎么样只好变卖他的头发，变卖他的牙齿，甚至最后变卖他的身体。只好变卖他的身体。好，那最后呢，他就非常的无助之下，他唱了《我曾经有一个梦想》。
OK， 那我们看到方婷啊，她曾经的梦想被谁？被这个……等一下，我先关掉它，好吵哦。好，方婷曾经有一个梦想，她可能她是故意来的。好，那个方婷有一个曾经有的梦想啊，是要被这个世界所吞噬了。那后来我们这个市长呢发现，原来就是他怎么样所做这个决定，导致方婷被必须变卖他的头发、他的牙齿，甚至连他的身体也必须要被变卖掉哈、哦。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好像似乎做错事情了，所以他决定说告诉方婷说，我去抚养你的女儿吧，你的女儿在哪里呢？在乡下的一个酒吧的夫妇啊。所以呢，他就带着他就赶紧的前往到酒吧里面去。抚养他女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OK， 好，那谢谢，那就对不起，哎，我等一下哦，哇塞，好，哎，好，那，通常这时候突然安静很尴尬，好吧，好，哎，你班休息很多哎。那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贾维啊，他不是在追求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嘛？然后这个公平正义，他就发现，这二十六年好像似乎都没有去报道，那他到底去哪里了？他通报到警政署，然后警政署呢查到，啊，警政署查到了他这个不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哈，好像似乎去找到类似像这个长得像那个尚万强的这个人，哈，长得像尚万强的这个人。所以呢，就把他抓到法院去，然后再告诉市长说：“市长，很抱歉啊，先前一直以为你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二十六年就是尚万强，就很抱歉啊，在误会。其实我们真的抓到他了，他现在在监狱里面，他现在在法院啊。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这尚万强非常尴尬了，怎么办？究竟要承认自己是这个尚万强呢，还是这个究竟要还是要自己知道自己？”这还是隐瞒唐信豪当他的市长，他是要重新面对最真实的自己。Who am I？ 不告诉家臣的来意。Can I speak myself a word of more? Pretend I'm not the man I was before. That must my name until I die be no more than an alibi, must I lie? How can I ever please my fellow men? How can I ever please myself? My soul belongs to God. I made that bargain long ago.Gave me hope when hope was gone. You gave me strength to journey on. Who am I? Who am I? 好，所以呢，它很重要哈，就说什么，我就是尚万强，做最真实的。啊，这所以我们知道他在一再单在思考啊，我就是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嘛，然后做自己才是最自由的，但是也不要忘记做自己呢，也需要的是勇气，啊，也需要的是勇气啊。然后这时候，那这整部影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播放嘛，我只想告诉大家几个重点好了啊，就是都要做回真实的自己嘛，对不对？好，那整部影片呢，我们说内在革命，到底革命些什么事情？人民的声音你听见了吗？
好，请问俊宇几号啊？俊宇几号？可以帮我打一下你的号。一号。等一下啊，你是一号是不是？对，俊宇嘛。老师还骗子，老师还骗子。老师，请问你是漏道吗？啊？没有。我不知道。请问你是漏顶道？没关系。我三六五上网。好，那现在只有他有回复嘛？那其他都没有回复的啊？我先做个总结啊。那俊宇的部分，我等一下就等于说只是。就我名单就不会就只哎这个哈好这个这个这部说讲些什么呢哈那个好所以俊宇是一号那等一下因为我要因为学校还说要点名啊好那其他的我再把名单送出去啊这个本世纪存在三大问题啊穷困男人因为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为饥饿而生活堕落那儿童因为黑暗而身体磊落啊这些不能解决啊还不能全部解决这些还存在的问题所谓愚昧跟穷困而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心灵上的愚昧跟穷困啊这本书就并不是虚设无用所以非常世界其实点出了我们人需要的是内在革命啊人所需要的就是内在革命 OK 好那我们的课程呢即将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要进入到尾声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注重你的身体那我们今天会送出去的名单有7 12 18 14 17 19一共有6位同学1 2 3 4 5 6这6位同学那你到时候记得要去学校休假哦好了下课啦拜拜Thank you.